独家睇拍写真，旺用诱惑魔鬼碌。上一回带咗大家睇黄蓉姐姐嘅清纯天使碌，而今次我哋再同大家睇黄蓉嘅诱惑魔鬼碌啊，究竟有几诱惑呢？有咩色惡嘅？好靚仔嘅。好驚啊！真係，優越少少啊。Hello， 我係歌迷黃蓉。今年咧，我會推出我個人嘅寫真，係第三年啦。咁好開心咧，咁今次咧嚟到深圳度取景嘅。咁見到我一身咁野性嘅打扮咧，其實咧呢本寫真咧係有純情嘅一面，就係、是、一個白天與夜晚嘅分別。咁啊，白天咧就一個好純情啊、好天真嘅一個女仔啦，咁就會做好多踩單車啊、整下蛋糕咁樣咧。但我夜晚咧就會搖身一變一個好野性嘅一個 lady。黃蓉話喺寫真中會見到佢野性嘅一面啊，唔知佢野性到嘅程度係去到邊呢？度都有全裸嘅，咁同埋係比上年係更加性感嘅。係點樣更加性感呢？咁我想希望你哋買嚟睇啦。例如點樣啊？有冇上次都有全裸噶嘛？咁今次會有特點嘅，會話。特點。咁怕唔怕入唔到書展啊？都唔怕，因為我上年經過上年嘅教訓之後咧，我會識得咧早啲去任審處嗰度，咁成本書批咗之後咧，咁就會成功咁樣入到書展嘅，咁會有多啲時間去預備。唔怕，咁如果我怕都唔會係咁不停繼續出寫真啦，都係想有更即係挑戰自己咯，即係想最靚嘅俾大家睇到咯。